来，今天玩财神道，来开始。这些也是一个金币送很大的游戏哦，这也是蛮佛心的，而且你看它一样有邮票系统，跟大福一样的游戏。但是我觉得唯一的不同就是它上面有聊天室的玩家，啊，它是把线上的玩家了哦。欸，我觉得我可以再搭一点呢，真刺激啊！好，就这样了。所以上面的玩家是在一样跟我在线上的。欸，我都要飞 game，我就这么刺激哦，这款游戏。哇，这个赢回来吧！而且真的有中文的玩家还蛮多的，我刚才遇到很多取中文的，啊，这些蛮国际的，因为我看到蛮多国家的。欸，我中了，天哪！哇，真假的，我中小奖！天哪！这就是为什么这期这么佛心的原因了，我觉得太好中。哇，这未免也太那个了吧！嗯，这类型的游戏有分为佛心的跟，反正我觉得它这个游戏就是比较佛心。哇，你看好多！哎，这边再一个小奖吗？哇，哎，所以小奖可以直接取得最下面那一个哎。哇，这太猛了，太猛了！好啦，我这边把它转完啦，就到这边。